大家好，现在开始编这款手链。珠子的孔小只用了一条72号玉线做轴线，将珠子放在轴线中间，另取一条线对折找到终点，将线固定在轴线上。开始编双向平结，保持同一条线始终在轴线上，另一条线在轴线下，一次为半个平结，重复这样的编织至需要的长度。编两三个结以后，向上推一下，靠近珠子。另一边也同样编织。编到需要的长度，只留轴线，剪断其他的线稍粘。另一边也同样处理。再取一条线，编双向平结做伸缩扣，编三组平结即可。结尾两边各穿一颗珠子。